尽忠，你去哪儿？我还能去哪儿？得有人送他们去尼庵呢。站住！奉皇后娘娘口谕，晋中迷惑君上，欲行不轨，即刻处死。你们敢？拿下！皇上！ 皇上，皇上叫奴才！念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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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将奴才，皇后要处死奴才。谁敢动晋忠？皇后娘娘懿旨，还要不得晋忠性命？晋忠的生死还由不得皇后做主。聒噪什么？令贵妃既然要留人，就暂缓处置吧。这，留着这个奴才的性命，到时候还能问个清楚。这，是。 找个地方先把他关起来。啊，令主，公主，正事要紧。王禅，在，带金钟下去。是。皇阿玛。 皇娘怎么了？皇后心急疯魔，居然当着朕的面做出断发这种大逆不道的事情。断发！皇上，我满人没有大丧事才可断发，皇上您还健在，皇后娘娘怎么做出这种大逆不道之事啊？ 金宝，奴才在。传朕旨意，皇后不堪中宫重责，明天一早，命伏龙安送回宫中遗旨。每朕的旨意，不许出一关公半步。令贵妃，今为皇贵妃，赦六宫事。这，谢皇上恩典。 你们都下去吧，朕想静静。儿臣告退，臣妾告退。